清甜脆嫩的绿竹笋，无论是凉拌、爆炒、煮汤，都十分美味。宝山绿竹笋产业文化展售促销活动，6月24日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3点，在宝山水库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绿竹笋料理，玩闯关游戏，欣赏艺文表演和水库优美景色。我是宝山乡乡长邱坤统，在此热烈欢迎大家莅临指导。以上为宝山乡公所广告。